低维空间的守恒系统。我们上一次稍微讲到这里哈，我今天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如果一定要注意它的条件哈。如果一个质点它的外力仅仅是保守力，它没有非保守力，那么这个质点的机械能就守恒，这是机械能守恒的这个条件哈。它只有保守力，它的非保守力等于零，做的功等于零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只有保守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用1/2 mv 平方代，这个就是 potential energy。potential energy 它是位置的函数，好，等于加起来等于总能量。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情况啊 ，v 等于正负根号啊 m⁴ 1减 1p。好，那么因为这个 v 啊，它一定要是正值啊，它不可以啊，一定要是实数，不可以是虚数，因此呢。这一项一定要比这一项大才可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的总能一定要比它的 potential energy 要来的大啊，它的速度啊才会等于这个实数。好，现在我们就从这个 delta EP， 它是 conservative force 的积分哈，这个我们讲过了。然后把这个式子呢，我们变成这样，就是如果 Fc 在 ds 方向的这个分量，就是说这个跟 ds 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啊，存量积就是变成这样子。于是我们就求出 delta EP 呢，啊 delta EP 它是等于 EP2 减 EP1。它是位能差嘛，第二个位置的位能减第一个位置的位能嘛，它就等于这个积分啊，这个积分就是这个东西。于是我们把这两个相等，这两个相等以后呢，我们同时都微分啊，它就变成 Fc 要等于负的啊 dEP over dx， 那就是说位能函数里面啊，这就是说位能函数啊，在某一个位置的斜率的负值是等于 conservative force，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也在这个上面啊，各位多多思考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曲线，这个曲线呢就是这个弯曲线就代表什么 potential energy， 它是位置的函数。不见得每一个位置的函数都是这么复杂，没有哈，那可能就是这一段啊，这一段，那就表示好像我们一个物体受地球的重力以后啊，它在地面上呢，如果你有一个洞挖下去的话啊，这个洞上面像这个洞的 potential energy 跟位置的关系就是这样，洞底的 potential energy 最小啊，那么上来这里啊。这个地方算是最大，也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也可能是鼓起来的这一块，那就表示说这个地面呢有一个土堆，啊，是隆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这里的 potential 最大啊，等等。那这个就好像说地面突然遇到下坡啊，这个就是地面遇到这个地面上哈，东西在跑，再往 x 方向移动，哎，从下面往上移动，有个上坡啊。如果有这么一个图的话 ，EPX 是这么一个图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函数曲线上来看几样的东西哈。保守力是这个，记得哦啊，保守力是这个。那个 EK， 因为 EP 和 E 等于 EK 加 EP， 所以 EK 是等于1减 EP 啊。那么这个这种各种的运动状态啊，我们现在来看哈。第一个，当1等于10的时候，就总能量是这么大的时候，总能量是这么大啊。那么它的 potential 在这个地方啊， 1P 等于10，它的最小的 1P 啊，就是10啊，等于10啊。那么它的 kinetic energy 就是1P 减10啊，1P 减10。那么因为1P 是等于10啊，10减10就是等于0啊，1也等于10 ，1P 也等于10，所以质点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静止的，因为它的动能等于0啊。这个时候啊，就说你一个物体掉在这个地方的话啊，那它的动能就是0了。好，如果这个物体的总能量有这么大，那比这个最小的位能要大的话啊，好，那么在 x2 跟 x1 之间，在这个之间啊，那 1K 呢？是等于 E1， 这就是总能量啊，啊减掉 1P， 减掉 1P。好，那么它在这个 x 等于0的地方 ，x 等于0的地方，它就是总能量减掉10，10是0嘛，啊，所以它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是0哈、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它这个，因为它总能量只有这么大，所以它的 kinetic energy 跟总能量一样大，于是这个 kinetic energy 就是最大值啊，最大值。好，最大值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物体在这个地方啊，它的速度的大小是最大，在这里也是最大，在这里也是最大。那也就是说，你一个弹珠摆在这里的话，不是它在这个。x0 的地方速度是最大，这里是 potential energy 最大，速度等于0哈、啊。你弹珠摆在这里哈、啊，它会从0速度等于0开始掉下来到这里速度最大，然后又往这边去啊，然后到这里又掉下来，所以它在这个地方震荡啊。那这个地方的速度是最大，这里的速度就是等于0啊，速度啊等于0哈、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哈，这个就是说，质点从 x0 接近 x1 或者接近 x2 的过程里面，它速率是递减的，越来越小。它到达这个x2 的时候啊，比如它从这里到达 x2 的时候呢，啊，速度变成0，于是暂时就停止了。停止了它以后呢，它又会往下掉，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它的斜率是正的，可是它的保守力是负的斜率，所以是往这边推啊，它就往这边跑。于是这个物体呢啊，比如说从这里往上跑，到这里速度等于0了，又折回来。因此这一点呢，我们称它叫做转折点啊 ，turning point 啊，这两点都叫做 turning point。它运动到这里会回来，运动到这里也会回来啊。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当1等于 E2 的时候 ，E2 是这么大啊 ，E2 这么大，这个时候一共有4个转折点，就说你本来在这里，物体往上运动到这里会回来，往这边滚也会回来啊。你如果原先在这里，你往这边滚到这里也会跑回来，滚到这里它也会跑回来啊。所以它在这个叫做位能井呐 啊，这种啊。这个地方好像我们地面上挖一个井下去一样哈、啊，它叫做 potential well， 也叫做市井，也叫做位能井啊。所以这个质点呢啊，要不然就在这里往复运动，要不然就在这里往复运动。好 ，E2 等于 E3 的时候，哇，这么大的时候呢，那么它仅仅在 x3 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往这边运动。到这里就停止了，又会往回来。如果从这里掉下来的话，哈、啊，那它就一直滚，永远就滚下去，它不会回来哈、啊。所以它只有一个转折点，它到这里会停下来。如果它是向正方向移动呢，它就不会再回来了哈、啊。记住，这是保守力啊，没有摩擦力在这里面哈、啊。好，当1大于 E4 的时候。E4 的时候，这个物体就没有转折点了哈、啊，没有转折点，它可以它到这里的它的速度啊，啊，它到这个地方的速度呢，啊，它不会是零哈，它不会回来。好，那么我们现在看 x 等于 x 0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它所受的力啊，受的力是等于这个，是等于0，因为这一点的斜率是0，对不对？斜率是0。好，当斜率是0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物体在这里不受力哦。如果一个弹珠原先就在这里不动，它就永远保持不动。但是你稍微往这边一推啊，轻轻的推到这里，它这个地方所受的力啊，是往左边去的，因为这跟斜率的负值嘛，所以它又会跑回来啊。然后滚到这边的时候呢，它的受力又是朝右边去的，因此这个物体会在这个地方啊来回的震荡啊，来回的震荡啊。那么，所以它如果原先静止在这里，你稍微一推的时候啊，它还是会回来；推到这边，它也会回到这一点。所以这一点的平衡，如果它平衡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平衡呢？叫做稳定平衡 （stable equilibrium）。好，如果它在 x5 的地方，如果一个质点在这个土堆的正上方，它不动的时候也就静止在那里。但是它只要稍微受一点点的力，往这边一推的话，它就往这边滚下来。如果你它受一点点力往左边推的话呢，它就从这边滚下来。所以这个物体啊，静止的，你不能动它，动它它就跑掉了。因此这一点呢，虽然它是平衡的，但是这个平衡叫做不稳定平衡啊，叫做 unstable equilibrium 啊，不稳定。你稍微动一下它就跑了，不像这一点，你怎么动它，它都会回到这一点来哈。好，如果一个物体啊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x6 啊，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的话，这是水平啊，就好像一个球摆在这里，你不论滚到哪里去，它都是平衡的，就是不论你把它摆在哪一个位置，它都是平衡。不像这个，你摆在这里会往这边受力，摆在这里会往这边受力，只有摆在这里才是平衡。这个你摆在这里也平衡，摆在这里也平衡。那么于是呢，我们说在这一段，在这个地方一个物体啊，它的平衡呢，我们就称它叫做随域平衡啊 ，neutral equilibrium， 随域平衡，随时都在平衡的位置啊。好，那么以上是我们介绍这个质点只受重力只受这个 conservative force 的时候啊，那么它有这个现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质点啊，它仅受保守力啊，这个保守力跟位置的关系是这个。现在他要问你 x 在什么范围里头啊，这个 x 在什么范围里头哈、啊，看看哈，这可能有问题哈。就说它是这个值 ，OK。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啊，就说它在什么一个范围里面呢？它的 potential energy 呢是一个负值哈、啊，是一个负值 ，OK。好，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位能曲线画出来啊。位能曲线怎么画呢？你们学微积分的话就可以画啊、哦、啊！你虽然现在还没有学到，我们先看这个题目啊，先看这个例题。我们先把位能对 x 来讲，它的最大值在哪里，最小值在哪里？比如说，它位能曲线是这样的一个位能曲线啊。那么它有一个最鼓起来的地方，往这边也是往下，往这边这个曲线也是往下，这个叫做它的一个最大值，啊，最大值，不是顶顶是最大，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maxima， 有一个鼓起来的地方，在这里呢，往这边去也是变大，往这边去也是变大，这个叫做最小值，哈、啊。我们先把这个最大值的位置跟最小值的位置把它找出来。好，那就是把这个，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最小值跟最大值，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点的斜率是零，这一点的斜率也是零啊。那么这就是斜率啊 ，dp over dx 这个写错了，这个 dx 啊，这是 dx 啊 ，dp over dx。 看看你们讲义上有没有写错，把它改过来啊 ，dx， 那就是等于这个微分，这个微分就 12x 平方减掉 6x 等于0，于是我们把这个分解因式就变成这个，于是我们就解得 x 等于0的时候 ，x 等于0的时候 ，x 等于0的时候呢，那 1p 是0啊，啊，你看 x 等于0带进去 ，1p 是0。 啊，这最大值在这里，啊 ，x 等于0的 1p 是最大值啊，是等于0。好，那么当 x 等于1的时候，把它带进去，它就等于负2个 joule， 负2就表示这个 potential energy 是负值。如果这里是0的话，这里就是负的啊，所以这个最大，这个最小，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马马虎虎的想成一个曲线是这个样子，这里也鼓起来，这个地方凹下去，变成这样子的啊。所以在 x 等于0的地方未能有函数最大值 ，x 等于1的地方未能函数有极小值。好，那么但是你现在还不能画这个曲线啊，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当中是怎么样，是从这里马上就。 什么地方就是这里是下，这鼓起来的，这里凹下去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你看这个曲线啊，啊，有个曲线，有个反曲点，就是说本来是向这边弯曲，后来往这边弯曲，这一点叫做反曲点。你们将来学微积分也会学到，如果啊，这是 1p 了哈 ，1px， 这个不晓得怎么搞会写成意外 ，1p over， 就是说 1p。 对 x 做2次导函数等于0的地方，这就是反曲点。反曲点啊，那么我们算出来是等于什么？ 0.5 啊，这里就是 0.5。因此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啊，这个曲线弯下来，到这里再往这个地方弯，到1的时候是负2啊，就大概可以把这个曲线就画出来了啊，画出来了。好，曲线画出来以后。 我们就看它的 f 值要是负的哈，刚刚那个题目啊，我漏了一个字，大概是打的时候啊漏了。它要求它所受的力是负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在什么位置啊？负值。那么 f 就等于这个东西啊，啊 f 等于这个。那它要等于负值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数字要小于0啊。 小于0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分解因式，就得到 x 小于 0，f 也是负值 ；x 大于 1， 它的力也是小于，也是负值。你看 x 小于 0， 在这个左边，你看你比如说一个弹珠摆在这里，它一定往这边滚嘛，对不对？它受的力是往这边嘛，是负值。如果是 大于1的话，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任何一点它受的力也是往负的，哎，那也就是说在，啊，这 x 漏掉一个 x 小于 0 及 x 大于12个区域啊 ，f(x) 呢是负值，这是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从未能函数曲线可以看出啊，质点只能在未能井中震荡。 这个时候啊，啊，你在这里震荡，啊，在这里震荡，它不能跑到这里，也不能跑到，也不可以跑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你一旦跑到这里来，它就不会回来了，它就往这边滚。如果你在这边的话，它往下一滚，它的 total energy 大于未能呢，它就会从这里往这边滚，也跑掉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 啊，它的它的总能量1的大小范围就是从0到负二，只能在这个地方震荡，只能在这个地方震，它不可以在这里，也不可以在这里哈。OK。好，现在我们再看三维系统的守恒系三维空间的守恒系统。现在是一个三维空间哈。好 ，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公式等于位能的负值。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就写成这样子啊，因为 dEP 积分就等于1，EP 在 B 的位置啊，显在 EP 在 A 的位置，就是 delta EP 了啊。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积分式子里面哈因为这是积分式嘛，我们微分一下就等于这个积分式子里头这个值等于负的这个值，于是呢，我们 再把 Fc 啊 ，conservative force， 它分成三个分量 ，x 分量、y 分量、z 分量啊，等于这个。这个分成三个分量，就它有三个分量。这个呢，它也就是等于 I dx、I dy 啊、j dy、z、k d z 等等哈。这个 dot 以后，它这边就变成这样子哈。 两个向量的内积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f(x) 等于什么呢？是等于 E_p 对 x 做微分啊，把 y_z 都当作常数，这叫偏微分，没有关系，你们现在没有学过哈，你暂时把这个记起来哈，它就等于这个 E_p 对 x 做偏微分的负值，那 Fy 等于 EP 对 y 做偏微分的负值等等啊，是三维的，所以保守力的关系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Fc 就写成因为这是它的 x 分量了，所以是负的 partial EP over partial x， 这是 x 分量，这个是 y 分量，是 j 分量，所以我们可以把保守力就写成它未能的这些式子这个各位现在还因为没有学过微积分了你们到2年级的时候如果学电磁学就会学到了，这个可以写成负的EP 的 gradient 这个我们先不谈了好，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这一章很重要的就是你现在先回去，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功能定律有哪一些，哪一种形态。你要用功能定律，一定是这几个形态，不会像我昨天说的马上就用这个位能等于动能不可以这么做。你要从它的形态里面选一个。 然后把它的条件带进去，最后才会得到结果还有就是在做功能定律的时候，你还是要画图，因为它有什么？有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non-conservative 做的功是指所有的非保守力做的功，包括什么呢？包括外力，也包括内力。 后来我们不是推广吗？像那个汽车引擎里面做功，它也会跑，这算它的内力那么两个质点互相吸引，也可以从静止变成有速度那么位能就化成动能，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内力也可以，也可以算。所以在这个 功能定律里面 ，non-conservative force 各位要注意它是包括所有的外力跟所有的内力，只要是非保守力它都算都算。所以你要求它的非保守力做的功你一定要把这个物体所受的外力全部的画出来，力图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画力图所以各位要。 你在做作业的时候绝对要画例图你不可以不画例图。好，现在我们看下面一章啊，